个地方名叫火焰山，周围有几百里的火焰，一根草都不生，一年四季都是热的，就是铜头铁背要经过那个山也得融化成水。哪有这种事，师傅你请放心，我们三个人都有法子可以过去。师傅我去看看好吧。两个人，去吧，我
我这师傅，吴静，你也跟你两个师兄一同去吧。
们已成正果，怎么说老身拆开呢？少说废话，伸过头来让我砍几剑，受得住我就把芭蕉扇借给你。真的吗？不行！不行！不行！
那么就请令高徒先到火焰山，山灭了火之后再陪圣圣同行。
好，你就去吧。
你真是天仙下凡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什么地方，那猴子花样很多，而且那猪八戒本事更大，当心给他们骗了去。宝贝不是在这儿了吗？小宝贝儿，宝贝儿，你多喝一杯，你喝呀。哦，这晚上金龙大王还要请我去喝酒呢。那你就该去了。哎，是的。你去替爷爷把金金豆牵出去，预备好。是。可是你今儿个晚上去要少喝一点儿，免得回来睡着觉不醒你。不好了，爷爷那个金金兽不见了。你们全都是死人吗？家里头的东西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啊，宝贝，啊，不要管他们吧，恐怕是那猪八戒偷了去了。说不定我要到芭蕉洞去一趟。啊，原来是你们做好来的圈套。你还是要到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那儿去。好宝贝，你不要哭了。我去去就来的。哎，来来，喝喝喝，哎，喝喝。哎，我现在放心了，不怕他们偷我们的宝贝。哎，他们就是偷了去，不知道把那丝线一拉，三十一颗珠子也没有用处啊。哎，是不是那么一拉就变成扇子？大王，你真是喝醉了，自己的宝贝都忘了，还来问我。娘子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啊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唐僧的二徒弟，猪八戒。对不住，谢谢你打搅了。再见。
你竟然做了我的半天的老婆了，这个凭你的你的。哎，扇子拿来给我看看。
Thank you.
孽畜，只要你把扇子交出来，饶你不死。喂，老牛，扇子在什么地方？快拿出来啊！等我老婆拿来。夫人，你快点来救我！你把扇子拿出来吧。大王，好的。你再去一趟吧。